荒野大镖客即将出库，还没有玩的同学赶紧玩。这次出库的游戏不少，虽然现在看不到时间，但估计至少也得有一个月。和出库游戏相比，入库的游戏就差点意思。2024年10月，港服 PSN 23档会员入库游戏名单今天已经出炉了，简单的给大家过一下，顺便再过一下即将出库的游戏，争取两分钟搞定。入库游戏第一款《双点校园》，可惜没有中文。第二款值得说的是《黑箱集》。第三款《死亡岛二》，《火线猎杀野境》，这也是第一人称射击游戏，育碧的，怎么才卖26块钱？入二档库的第五款、第六款、第七个、第八个、第九个，这是一个赛车游戏；第十个，这是自行车游戏，是环法吧？可惜也没有中文，但画面看上去还不错。这是二档库最后一款，这是三档入库游戏最后的发条工，这是恐龙危机吗？死魂曲。好，下面再看一下出库游戏 GTA 圣安德烈斯，这是一个重置版，荒野大镖客2，这两个都是 R 星的游戏，模拟人生4，这应该是个 DLC。 第四款、第五款，这是个高达，百英雄传崛起，风之少年克罗诺亚12，这也是重置版，这个没玩。这是王国之心，以前 PS2 上玩过这种游戏，这几个都是王国之心，这也没下载，这个也没玩就出库了，这个也没下过。这是胡闹搬家，双人游戏，还有一个分手厨房2，这也是双人游戏。看来二档库双人游戏又少了两个经典的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，给各位参考。